要喝啊。那你的心理因素受伤了吗？受影响了吗？没有，没有啊。那从昨天很大了，因为大家看我昨天很大，对，十分钟五分钟就接通电话了，然后那个联络处置的联络处置的这样子。小王，你上次介绍我投资的碧盈集团真的很敢呢。老吴，别惊啦，碧盈就是稳赢啦，敢不出代志哟？我跟你说哈，他们的同伙圆梦集团才因为非法吸金被检调抓了，他们隔天竟然又在宜兰一家餐厅里举行说明会，安抚会员继续吸金呢。不能提款了，大家都吓到了，对吧？我是公司，你快点跟你代金。那个主持人讲的天花乱坠。台下的婆婆妈妈被唬得一愣一愣，而且网络上的宣传影片还把碧盈集团说的跟神一样。碧盈娱乐集团在中国为投资者们，它是一种能毫无风险的赚取固定收益的方式。最好有这么厉害啦，每个月25%的利息怎么可能？如果真的这么好赚，干嘛分你赚？获得无风险的利润。小王，你有没有看新闻？这个圆梦集团2年吸金20亿，他们住豪宅、开宾利、拿名牌包，用的都是投资人的血汗钱。现在被抓了，最惨的就是那些投资人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千万记得不要变成冤大头哦。看得错了吧？